电台哑巴要不要上？不上。我还是推荐哑巴，因为他毕竟是师傅亲手带出来的。再说这几天我看光头的状态一直不好，龙虎杯九年一届啊，别出什么差错。哑巴还有他的工作，就这么定了。第九届龙虎杯，请架构台一曲擂台赛现在开始。
弟轮流坐，今年到我家。混蛋，丢的是你师傅的脸。你给我回来，王八蛋。光头，光头，师傅喊你过去。我现在过去行了吧？你是哑巴，你还是瞎子呀？住手！你打不过别人，还拿自己人出气。来来来，师傅让你撒撒气。不让你在这做好人。包吗？你可怎么够的？妈的，有屁就放，别惹老子心烦在这儿。兄弟，我们都像是山坡滚落的石子。有什么事啊？有事你就说呗。在这个地方，谁他妈敢跟咱作对呀？这么多年了。我爷咋来的？你眼里没有我这个徒弟，别怪我心里没有你这个师傅。大哥，这事你得一定得给我出口气。好，你还管你师傅干嘛？闭嘴！关哥，原来这气是从你上那来的呀？那可是没家务事，管不了。兄弟，在这个地盘上。没有老子管不了的事儿，他怎么惹你了？
了，找他的麻烦了。哟，王哥，你听见了啊？大哥点头了，明天你得来看好戏吧。喘气了，大哥，大哥，包里面总教练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身高啊。听说你们有点功夫，身手不错，来学习学习可以吗？我不喜欢你这种方式。哎，师弟，我们三个人都在这儿，你想跟哪一个人学习？你不坏。大哥，你昨晚感冒发烧，胃痛拉便便，你怎么能跟他打呢？有道理。你爸，我大哥，我先上。是啊，越狼。今天的事情千万不能让你师父知道。你把老子出彩的事儿都抢了，看老子挨得这么惨，你抢什么抢啊？
老子让你上了吗？去把光头找来。这事没完，哪能这么算了？跟他也没完。没玩个屁，老子不玩啊。大哥，光头的家我手机关机。去把账解了，回夜总会。好嘞。小李啊，你看亏这么大也亏擦一下，你看那边那个瓶子那么乱，赶紧给我摆了。你个小子跑哪去了呀？大哥到处找你呢，你还敢关机？我看你是没救了。姐，我哪敢开机呀，我知道出事的呀。这事你不说清楚，大哥能跟你有完吗？姐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你陪我出去走走，你帮我出出主意。姐，你就帮帮我，你不帮我谁帮我呀？行吧行吧，你个小冤家，上辈子欠你的。小李啊，我出去一下，赶紧给我弄好了啊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姐，这次一定要帮我，你不帮我真完了。我怎么帮你啊？本来挺简单的事，先弄这么复杂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，都是你小子惹的祸。姐，现在你不帮我还有谁能帮我呀？谁让你是我亲姐呢？那天在夜总会，我看姐特别喜欢这款手机，我特意去给姐买了一个，感谢姐对我的这个照顾。你这不是挺会办事的吗？还是想想怎么跟我大哥说清楚吧。行，就是姐给你办了啊。怎么也得把这个气给出了，回到老爷那边我去说说。好，谢谢姐。行吧，我先走了，你就等我信。好。别再关机了啊。好嘞。干嘛呢？闪开！妹子，来坐在这儿。说，去哪儿鬼混了？我鬼混？我要再不混，你就混船上去了。今天老子气儿不顺，你别给我整事儿啊！你气不顺怨谁呀？还不是自己没本事？我。大哥，要我说啊，这事没完，咱得把这个面子要回来啊。你这不整事儿吗？我要是有办法，我自己还喝闷酒吗？你别急呀，我不是有办法吗？你有什么办法？咱找个总教练不在的时候，就召集兄弟去石川闹闹，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好惹的，把大哥的威风竖起来呀。马弟，姐说的对吗？大哥，我看嫂子说的对。你们说的倒清楚，我怎么知道总教练不在呀？万一让我再碰上，咱不是有光头吗？别听那王八蛋，现在死哪儿我都不知道。光头弟弟是跟你这么多年了，他有事咱们慢慢找他算呀。现在是你和他师傅的事，哪头轻哪头重你不知道吗？这不是找不着他吗？就是交给我爸，你就等着信吧。你去哪儿啊？大哥，你就瞧好吧。我到哪里碰到你？滚！
老鹰是谁？啊！坐水上。啥？给我使劲点！小弟弟们，你们受苦了，这都是你们总教练惹的祸。回去转告他，你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们长大以后要想报仇，找我老鹰。大哥，这是我们院子扫地的哑巴，我不能跑，拿个奖金。你怎么才出来呢？一个扫院的哑巴，今天我打扮你说出话来。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们进去正好找他算算账。今天的事情我就不多做评论，一切要以和为贵，但是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事情是由光头误解师傅引起的，应由他师傅来处置。哑巴行侠仗义没有错，站在不同的角度处理的问题，方法与方式有所不同。百人百姓，就是我经常讲这个道理。事情到此为止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回去。上次你徒弟打伤我，今天哑巴打伤我的兄弟，这医药费是不是？杯子都碎了，这也能拍在你身上，还不粉身碎骨啊？大哥，一定是这封信是哑巴写的。这哑巴，我会说话，到底会告状的。都是你惹的事儿，整天拿着破手机嘚瑟，看回去怎么收拾你。这回去回答会好吗？
那就是去。大哥，怎么办现在？走。光头的事师傅都已经知道了，让我们自行解决。师兄，你看该怎么办？光头是你的徒弟，我俩也帮不了你。逐出师门，进我门户。逐出师门？师父教导我们宽己待人，知错能改。逐出师门，这合适吗？哎，就这样吧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好，慢走。哎，他也身不由己啊。